大家好，我是爱辉。今天我会谈谈在马来西亚的 KJC 或者 Islamic Aid Celebration。如果你知道在马来西亚的 KJC 孩子和大人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就去。爱辉，你想什么新衣服？我们去购物中心吧。我想四件衬衫，三件裤子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你看看这一件，黄色，大小都是合适，而是大八折。颜色也不错，很漂亮，是什么牌子的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不在乎，你应该有这件，你买吗？哇，这也很漂亮，你买吧。哇，这件子也好不过了，你买吧。哇，我们买去吧。阿辉，你想什么新衣服？钱，比较多钱。阿辉，你可以去购物中心买苹果吗？好，让我先完成这个游戏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现在去。哦，我忘记钱了，记得你明天需要为客人做咖喱鸡，所以你明天需要很早起的，在5点，然后我们要在大嫂家会很好好玩玩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想在早上5点起的，我很累。我一边学习，一边每个星期25小时打工。你认为一个星期25小时很多？在过去的时代，我们都有强大，有努力，我们没有抱怨。在我们的时代，我一天25小时打工，我们就这么穿过冷平原和炎热沙漠。我们爬上了最高的山，做21000的神和新的世界。我们没有网络，我们没有药，但是我们没事了。今天的年轻人特别冷了，他们不想出去，为什么？妈，一天没有25小时。欢迎客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喂，说，我们谈生意，我们需要谈谈你的将来。谁的将来？我也需要谈谈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弟弟，你可以去玩玩你的电脑游戏吧。Zuo，我们需要谈谈你将来的家人。你为什么还没有太太？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我的孙子、孙女在哪里？妈妈，我先完成我的学习。有女朋友，在工作上、在经济上、在时间上、在生活上和在学习上都有不好影响。我已经和我的同学辩论了这个主意。在我们的看法，一边学习一边有对象不合适。但是，你输了吧？你的同学反对你，这意味着你错了，而我是对的。所以现在，找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出去约会，再结婚吧，好好。最后，马来西亚穆斯林的传统是给孩子们信奉李有钱的信奉，其他穆斯林不会这样做这个传统。谢谢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坏孩子。没关系，你是个乖孩子，这是你的红包。哇，我真有钱，谢谢妈妈。妈妈，谢谢您，您日子也好不过了，对不起，我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钱。别忘记换这个设备，谢谢。